好啦，咁又我今日特别啦，呢个赛事啊，影子杯。好啦，咁樣又嚟啊！已經 send 咗 message 啦。Kagami 係相信係台灣高手嚟嘅，今次呢個。其实正确的来说不是应该是卡住十二搭对决。十二搭对决这件事真的经典了，真的。不是啊，是香港最弱对住台湾高手。第一 round 又出局，咁就第二 round 跟住又会直播再播啦。